chicken attack, chicken attack。 God， 超饿，看这个。那我都不知道，原来他们家可以提供这种塑胶袋、欸。这个是全家的，这个今天来开这个全家的。BBQ 烤棒腿，烤棒腿分享餐，特调 BBQ 熏烤风味酱汁与鸡腿，干就是鸡腿啊，讲那么多屁话，经过一个晚上腌制。今天是几号啊？干它可以，哦，好烫烫烫烫烫烫，这个口好烫，它可以保存到2018哎，2018还扯，这只鸡是什么木乃鸡哦，全家的。然后看一下成分在后面，所以这一份是大概180×4吧，180×4，700多吧。还有几只啊？还有血吗？四个，保存期限一年呢、欸。干是打什么、啊、塑化剂哦？防腐剂吗？有吗？啊、算了，不管，我好饿、哦。好啦，那土就长这样，看起来是蛮好吃的。我不想再吃那个烤饭鸡耶。啊，这个，看这个，我以为这可以开、欸，这不能开呢。错了，好像可以开，是要冲它小。好，里面长这样，抱出来看一下。哇哦，这就是它的样子。哇、哦，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垃圾袋啊。好，今天还会开这个爽酷美招爽酷，这就是盗版可乐啊。然后它是没有糖的，还有膳食纤维。哎呀，这一瓶就26卡而已。然后它是什么？看得懂吗？看这个颜色，它这个配色的人色盲吧？干他妈这么难念，不易形成体脂肪，动物实验，干人吗？啊，随便。哎，没有爆哎、欸，好悬。看起来就跟 Zero 一样，喝看。我觉得它有一种本来像可乐的味道，有一点药味的感觉。好了，这就是鸡腿的样子。如果你不想吃烤拌鸡的话，这种基本上每根都超好吃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，直接开啃啊。这就是它一样，总共四只。你看，这个是瓶罐的大小，它大概就是15公分不到吧。试试看，它没有那个。他们全家烤鸡的那个味道，但是它是另外一种，它酱比较甜一点，可是我觉得它鸡肉没有 Seven 的好吃。你看，它鸡腿不是像 Costco 那种大只的，我觉得最划算的还是 Costco 那种大的鸡腿。哎呀，这微波要超久的，我看它微波了3次吧，然后每次大概是2分钟，微波6分钟，但我等超久。哎，10点多才吃晚餐，有够惨的。我觉得鸡肉有点柴，刚咬下去的部分有一块感觉超硬的，不应该是鸡腿有的肉质。哎，它这样你看4只140，其实超贵的。一只要30几块，看 Costco 那一袋8只的，一只也是30几块，可是超大，大概这个的2倍吧，1.5吧。我其实便利商店东西的就是图一个方便，他们真的是不太会去吃啊。我觉得可乐就是偶尔，如果你喝腻了 Zero 那个味道，可以买喝喝看，感觉不是很油。这肉好像咬不太下来，算了，咬不下来。K.O. 下一根，这里的肉好像会蛮柴，试试看。这只比较好吃，这只的鸡腿的腿比较嫩，可能比较年轻吧。难道你是女的？看年龄快乐。它这酱就偏甜的，很像照烧还是什么味道，感觉它加了很多糖。干，加到桌上，我被杀死。干，我这超容易长蚂蚁的，我被蚂蚁搬走了。这鸡腿如果0到100的话，就鸡腿的等级大概是在70吧，69好了啦。69。皮这里都看这里黑黑的，感觉都有点太干了，好像烤太久的感觉。但这里就很好吃。太爽了！哎呀，吃这种就要配可乐。
但是这样倒出来还是这样勾勾的，不知道啥小。饿到都不想讲话。刚我突然想到，我今天之前不是有传一个那个无线充电的开箱影片嘛？如果你不知道，可以去看，随便啦，看我也不知道哪里会有那链接，资讯卡会有啦。然后看里面有个人就问我说，开箱都不先做工，都不先做功课吗？看我他妈真不知道开箱到底是要做什么功课，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开箱不就是一起开这东西吗？是要做啥小功课？继续吃，来吃看这个感觉硬的。还好哎，有啦，就是那种干掉感觉，冷冻食品的感觉。看它这只鸡可以保存一年呢，我给买回来放在冰箱，明年再吃，太扯了吧！而且你看它写有效期限是4月23，要保存一年，所以它这只鸡4月就死了。现在他妈已经6月中了，就是1个月前死掉的鸡。这种黑黑看起来就很没有食欲，感觉像烤焦了。仔细看，就是不知道啥小肉。我觉得这应该要买烤半鸡的。烤鸡吃起来有点空虚，很方便的日干，好像吃不太饱。这只鸡腿，我要把你 KO 了。以一个70公斤的人来讲，这些大概只能4分饱吧，可能要139块，有点贵。好爽！好了，今天的全家棒棒腿分享餐，烤棒腿。那为什么叫烤棒腿啊？为什么叫鸡腿分享餐？刚看不到，算了。还有这爽裤，就这样了。悄悄，拜拜。